和一一大屁股。那我这一次，我用神力圣剑。哇，你的会爆裂！我要给你的爆裂啊！我给你的爆裂！哈哈哈！等一下，不要偷哭哦。我也会把你的打爆裂。神力圣剑战斗开始！枪！哇，神力圣剑带着金色的光芒。神力圣剑被爆裂了，我要捡起来，谢谢你。哇，暴风巨神已经连续爆裂了两颗陀螺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看来我要派出蜡笔小新了。蜡笔小新，再用一次，玩金吧。看我的，暗黑巨神，暗黑死神，暗黑死神的高速轮盘。要攻击万象巨神的金属轴心，三二一，战斗开始！暗黑死神的强力攻击，破攻击他！哦，暗黑死神看起来非常稳定，耶！暗黑死神获胜，耶！暗黑死神还在转，你的暴风巨神已经停了。哎，哪有再给人家用一次的啦？你这个。你这个小屁孩不可以这样啊！别赢了！没有人这样的啦！顶住了！哇，他一直在中间转。对呀。停一下！你都不会动，你都一直在那里转。对呀，在中间转。为什么一直停在中间？他还在中间一直转呢。对啊。休息一下啦，会累的啦。他会头晕。你不会头晕哦。嗯。黑死神。你看还在转。哦，转太久了啦。哦，怎么会转这么久？好，看我的万象宙斯要来了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万象宙斯在煮菜，在煮菜，什么在煮菜？万象宙斯在煮菜。三二一，战斗开始！耶，万象宙斯赢了，你的暴风巨神一下去就没有再转。刚才他在这个闪亮转。对呀，可是你输了，耶。要赶快说，爸爸大帅哥，你作弊不可以这样。你的爆裂了啦！你要的啦！你的爆裂了！你的爆裂了！你这赖皮子！你看你的，我的在这里了。